常直射。你看咱伫台顶小可下一个，咱都袂着啊。就赶紧叫我老师搁拗一个，搁拗一个安尼哦。我嘛是啊，你当初咧甲我招的时阵，我已经咧拄过啊，有没？哦，没啦没啦吼，今日吼看到咱这么侪咱这好朋友吼，咱这信徒啊，大家拢虔诚的心，欢喜的心，要来甲咱的天上宫，来咱的天上妈万世公祝寿哦。所以今日在咱这会场当中吼，哇，非常的热闹，热闹猜猜，会透早的时阵哦，就做着咱的信徒神神代表，让我来到着咱的吼啊，咱的表情家，来甲咱的天上妈啊，咱众神参拜祝寿啦吼。啊，你看吼，包含咱下晡吼，啊，都有咱大戏甲咱表演啊，啊，搁着咱的布袋戏、空手道啊，来甲咱进行吼，哇，来甲咱赞助，哎，音乐搁愈热闹咯，哇，哎，暗时哇，哦，晚上足热闹嘞，足侪台吼，拢是咱遮天神的咱遮地主信徒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共同来甲咱敬献，来甲咱赞助，哇，这就表示讲吼，咱天上妈吼，每一冬啊。啊，咱农历的四月十五号，哇，哎，以前我们在当歌手的时候啊，只要四月十五号，就知道哈，咱田颂茂家就老了耶。就老了耶，你靠上当，哎，我们的老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我们都很喜欢来这边，因为来就可以跑很多场。真的真的，重点是我的田颂茂哈，做哈领干的，做我领干的，有求必应啦哈，不要在咱的属龙当兄，咱家大头家，咱家大老板。啊，大家拢会当伫即个吼，心理上拢会当非常的顺心，啊，事业上拢会当大赚钱，啊，吼，大家拢会当，尤其即个家庭上，皆会当健康平安，啊，吼，对，吼，厝内底四大人吼，拢会当健康平安，啊，囡仔人吼，会当安尼高读书、高写字，吼，考试得第一哦，考前什么飘飘吼，啊，当然啦吼，嘛，吼，咱家所有吼，咱家神神代表，不管是做啥物生意啦，拢看啥物，尤其只要咧进旺工吼，我大家。好丰收，好修行啦吼！啊吼，大家有饲金蛇啊，买当六条金龙，卖着好价钱。啊吼，大家吼，不管着做着什么生意，拢会当顺利，会当有啥物赚啥物。好，大家心舒舒心，赚钱钱就来赚钱哦。所以今日伫咱这会场当中，咱的善男信女，啊，大家拢抱着虔诚的心欢喜心，做了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澎湃。来，我着咱的天颂公家，来个咱的天颂妈，咱万事公就是啦哈！啊，大家吼。对对对，啊！大家这个时阵吼，拢伫咱这个凉亭啊趴家，啊！大家做个咱形象哦，舞台顶个直播吼，哇！一连串上面无小姐上台，美腿最多，真的真的吼，啊！音乐比例嘛足侪吼，哇！咱嘞今仔日吼，咱背头啊，咱前头吼，啊，咱嘞吼，阿兄。好，我们的核心哦，阿兄去传播，他来个蓝色带动啦吼。所以吼，哇，今日这么回头，水到尾，回头再水到阿妈吼。好，大家拢当轻松，大家快快乐乐哦。好，来持续个安排。来，好听的歌曲，爱你什么？Thank you.
Okay.